你考第几名？倒数。倒数你满意了吧？哎，再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我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他听吗？你一次不如一次，你天天背着书包你上学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真是学习去了吗？我怎么没学了我？你就是每天想着那个二加一，想出国。你在国内都是倒数的，你到国外能正数吗？我想什么了？我每天都在学，我怎么没学了我？你还好意思跟人玩呢？你看看人家素年从来没考过第二名，你看看张琪，张琪都有出息了，你再看看你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行了吗？我每天就闷在这屋里，闷到死，不见人，不说话，行了不？哎呀，你也好好说。我说你两句你就不舒服了，那我呢？我考不好就被你逼的，你整天就知道别人，别人，别人，别人什么都好，我什么都不好，那你当别人妈去，别当我妈了，我要不起这妈。你听见了吗？你快过去！他都说什么了？他瞧不起我这个妈，我真不行。苏念哥，怎么了？能溜出来吗？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，我就想在这里静静的生我妈的气。那只会越来越气。出来，带你撒气。怎么撒气啊？这么大气性呢？我妈的气我都要撒完了，我现在生我自己的气呢。气自己什么呀？我觉得我学挺努力的呀，可是怎么学都考不好。你看看你，你再看看张琪，你们都那么棒，就这么笨。你挺聪明的。哎，我再告诉你们俩一秘密吧，这天啊马上就下雨了。赶紧回家吧。哎，拿着，有借有还。谢谢啊。那气球怎么办呀？那个交给我吧，我来处理。那不行，苏年哥都掏钱了。反正今天我就